岁月一首歌，青春红尘起落，几段人生无数梦，爱恨笑泪交错，闪耀星辰云和路，布满回忆探索，几分羡慕几分美，期许几分颜色，每一句感动歌声唱亮了银河，每一次触动内心世界的寂寞，岁月总是沉默，像一本书记在承诺，机会兑现有机会还蹉跎，每一个精彩片段盘旋在心窝，每一次卸下光环失落的时刻，岁月依旧自我，不为谁留恋些什么，转眼之间把年华都经过，上世纪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8日凌晨登陆马来亚。1942年2月15日，英军向日本投降。1945年，日本在其他地区的战争节节败退，财力开始耗尽，军队开始人心惶恐。日军不断把物资输送去支持前线，使得马来半岛的人民开始过着饿肚子的日子。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是解放亚洲，把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政府的魔掌中解救出来。日本为了亚洲而流血牺牲，为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自由，还带来了伟大的建设和发展。这些日本鬼什么时候才走啊？真讨厌。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乌龟，小姐干嘛？来陪我一起跳。不行啊，小姐，要是偷进来看到的话，他会骂我的。哎呦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不行。小姐啊，真是的，在这种时候啊，你还能玩得那么开心啊？难道你要我天天在家里哭吗？哭了，日子就会变太平吗？还不如苦中作乐，不去想那些烦人的事情。小姐，你很乐观。要不然要怎样啊？我已经3年没有上学了耶，哎，这种鬼日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过去。小姐啊，我听头家说啊，那些日本鬼最近抢钱抢得越来越厉害了。什么？抢了3年还在抢啊？这代表他们越来越没有钱，他们快要打败仗了。真的吗？我爸真的是这么说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很快就能重获自由了。来，我们预先庆祝，庆祝日本人早点垮台，回他们老家吃萝卜。干什么？你放手啊！杜建良，你几岁了？还小啊？啊，拉手拉脚的，我们又没做什么，你还顶嘴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送的大小姐啊，要有点规矩。在这干什么？准备开饭呢？啊，吃饭呢。陆家良吃饭喽！嗯，来，你们也一起吃。哎，不不不，你们吃你们吃啊，我们到厨房吃啊。哼，鬼鬼祟祟的，你呀、啊，堂堂一个千金大小姐，跟下人一起玩，成何体统啊？来，吃饭吃饭。啊，又是这些，天天这些菜，我看见都没胃口啊。你知道现在东西有多贵吗？一斤米卖多少钱？2个礼拜前一斤米卖10多元，现在已经涨到30多元了。
还有啊，要是没有门路，有钱都买不到啊。你不是交了很多买菜钱给平安的吗？刚才他们两个人古古怪怪的，一定有问题。不行，我要到厨房看他们。哇，这两只大鸡腿又滑又香，来，赶快吃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富贵，有两只鸡腿，一人一只，来，吃吃吃。哎呀，你吃了，听到了吗？一起吃。我都说了，他们有怪怪的。喂，你们两个把好吃藏起来，留给自己吃。我们没有把好的东西藏起来。还说没有？我没听你们说，一人一只鸡腿的。娟娘，你误会了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你拿出来，你给我拿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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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出来。啊，鸡腿呢？藏哪里去了？周家娘，真的没有鸡腿啊？不可能的，让我找到了，我就不饶我你们了。妈，你别再找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其实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鸡腿啊。周家娘，我只是和老爸开玩笑，拿番薯当鸡腿，这样子吃起来比较有味而已。你们还要骗我？每天给你们那么多买菜钱，没有理啊！餐餐都是番薯白米饭的，鸡腿呢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，鸡腿都藏得很深。好了好了，拿出来啊！不要再闹了，他们连一粒米都舍不得吃，还留下半碗米饭给我们填肚子，你还要冤枉他们？我已经整年没有发薪水给他们了，他们一点姻缘都没有，还忠心耿耿地留下来，你还要他们怎样？好，你去宠他们吧，好让他们继续欺负我算了。童建良。周建良，对不起，他的脾气就是这样。周姐，你不要这样说了啊，我们明白，你去吃饭吧，小姐，去吃饭吧。喂，等一下记得留只鸡腿给我哦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嗯，我倒杯水给你。爸，快去关门！有人跑进来了，你们要跑啊！给我留下来！你们不要抢东西了，不要不要拿我们的东西！放了他，哎，拿去。童家，你干嘛放了他？每个都是战争的受害者，要不是饥饿，他们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富贵，收拾一下。平安了，再去准备些吃的。童家，厨房已经没有食物了。现在可好了，连车都没有了。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？你要做好人，你要救人是吗？你看，把这个家搞到这样的地步，一餐饭也吃不饱，你还管不管我的死活啊？妈，这不关爸的事，都是那些日本鬼子害的。什么不关他的事啊？是你老爸。拿钱去救人，捐给什么什么难民组织啊？我们才那么穷呢。这些钱不捐出去，迟早也会被日本人抢去的。难道有忍心看着我们的同胞活活的饿死也不帮忙吗？这个年头啊，有谁不是自己照顾自己的呢？只有你啊，爱做英雄，把钱都捐了出去。现在我们连饭都吃不饱了，有谁来帮我们呢？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不会。拿这个收音机去变卖，换些米回来。爸，不行，收音机不能卖，绝对不能卖。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变卖了。爸，我宁愿没饭吃，也不要卖掉收音机。我求求你，不要卖掉它。你又傻了，富贵，童家买不去。不，不要换我的收音机，这是我的收音机，我不会让你们卖掉它的。把收音机放下！我不要！我叫你把收音机放下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你，童家，你疯了？怎么打女儿啊？富贵，还不去？
小姐，对不起，小姐。小姐，我的收音机呢？卖了，卖了80块。你走开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小姐，你不要这样，头家他也是逼不得已的。我要我的收音机，我的收音机呢？如果日子不是那么难过，头家他也不会把你喜欢的东西给卖掉。现在全家人的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我们想帮他分担也分担不了，他已经够苦。小姐，你就不要怪他了，好吗？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你走开！都叫你走开，我不想听啊！你不要来烦我。巧华，爸不是有心要打你的，我也不想把收音机卖掉。你不吃饭，妈也得吃，富贵平安也要吃。我也不想让大家饿肚子，可是。我天天被关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能去，日本人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走，我已经3年没有上学了，唯一能陪伴我的就是那台收音机，现在它没有了，我什么乐趣也没有了。再忍耐一阵子吧，日本人不永远留在这里的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脱离这些苦难的日子，只要我们坚持，一定能挨过去的。你已经快20岁了，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，有一天爸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学会自立生活，还要担起照顾你妈的责任，知道吗？爸，你别这么说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爸就你这个女儿，唯一的期望就在你身上，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。爸，你别说了，我答应你。小姐，干嘛？想不想听歌啊？收音机都没了，还听什么歌啊？你去忙你的吧，别管我了。哦，不用管你哦。那好吧，本来想说啊，明天带你去听白光啊、周璇啊、李香兰唱歌的，算了吧。听歌啊？现在没兴趣了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听歌的吗？去哪里听啊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刚才不知道是谁说啊，不用管他了。我是说而已嘛，富贵。小姐，我生气了，不要去了。去哪里听？没有去了。跟我说要去哪里听嘛？没有去了，跟我讲了。带好来。富贵，为什么我要穿成这样子啊？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穿这样子比较安全，到了你就懂了。来这里听歌了。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是解放亚洲，把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政府的阻挡中。又是那些日本鬼在废话连篇。我们走吧。小姐，先不要心急，你看我带了什么来？咦，花生。嗯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真是一个大太子。小姐啊，只要我们把花生塞在耳朵里面，就听不到日本鬼说的废话啦。我还带了给你。来，我帮你戴上。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肮脏哎！哎，给我2碗面。好的，好的。
都是因为这些日本鬼子。你看，现在一包米竟然卖到40元，太离谱了。小姐啊，40元买得到算幸运了，再不买的话，下个星期可能涨了50元了。为什么会涨到这么离谱啊？都是因为这些日本鬼啊，把我们的食物运回他们的国家去，要不然就拿来当军饷，搞到我们这里什么都缺乏，连食物也涨价了。そうさ、半日のものはもう一人、未間の箱に逃げました。おい、続けろ。必ず捕まえろ。はい。小姐，小姐你没事吧？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怕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带你到处乱跑。小姐，不要哭了，万一被你爸妈看到，我会被骂的。小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怎么哭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看到死人。死人？你们究竟去了哪里？告诉过你们多少次，这个时刻不要到处乱跑，免得惹麻烦。涂家，你不要怪小姐。爸，是我，是我自己要跟富贵去采野菜的，所以才会看到有人死在树林里。我再说一次，以后没有得到我的允许，你们不可以到处加门一步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去洗个脸，喝点水吧。小姐。涂家，刘毅，你怎么样？宋先生，今天下午他们被日本兵追捕，还杀了我们很多同志，幸好他们三个逃脱，刘毅还受了伤。宋先生，我们必须到新加坡去跟我的组织会合，您能不能够协助我们？我会安排车让你离开这里。谢谢你，宋先生。不用谢，对抗日本人是每个人的责任。时候不早了，天亮之前把他送去隔壁村，快点！是的，快！爸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他们是抗日分子。你快回去！妈，怎么会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要是被抓到，你会被枪毙的。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，这里很危险的，你不要阻碍我们，你快回去！我不回去。爸，投降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不要问那么多了，带小姐回家去。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要。快快快，不要回去，快回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啊！你为什么拉我回来？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啊？小姐，你不要这样。虽然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做着很重要的事情。我爸他现在很危险，要是他出了什么事，我不会原谅你。你这样子大呼小叫，不是让他们更危险吗？富贵，你忘了那些日本鬼子有多残酷吗？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些抗日分子的。刚才我爸就是跟那些抗日分子在一起啊！你想看到他们被那些日本鬼子打死吗？我当然不想，可是我一定要支持他们。如果他们不帮助抗日分子，就没有人对抗日本人了。那我们还有希望吗？
要是爸出了什么事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雨硕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我们别往不好的方面想，我们要想想多少人因为他们的帮助而活了下来，这样你就会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姐，他们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。你在这里干嘛？我担心你。爸！爸，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了。爸，我知道你想做好事，可是你这样子会很危险的。你如果出了什么事，我和妈该怎么办啊？如果每个人都害怕，没有人愿意出来支持抗日，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获自由呢？可是如果一天不把日本人赶走，你们这一代就永远没有将来。可是我真的好害怕，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小华，爸明白你的忧虑，但是自由是要付出代价，生意也要付出勇气。你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小孩，你一定要勇敢成熟去面对现实。小华，黑暗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，只要再坚持，一定能看到曙光的。富贵，平安。富贵，平安。哎，全屋子人都不跑去哪里了。富贵，平安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吃饭时间到了，他们两个人影子都不见了。何家，何家娘，今天呢，我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要呈现给你们，来，快跟我走。哎呀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古灵精怪的。当当。哎，家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今天是爸爸你的五十大寿，我们要为你庆祝生日。你看，富贵特地上山采了好多的新鲜野菜，还在河里抓到了一条生鱼。而且啊，平安叔亲自下厨为您贺寿呢。谢谢你们了。好啦好啦，大家不要站着，坐坐坐。哎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今天啊，不但有吃的，还有唱的呢。接下来就由我宋巧华为寿星公献上一首《仙女献寿》。祝你福如东海，祝你寿比南山，祝你天天快乐，祝你日日安康。今天非常好彩，采到新鲜野菜，没有鱼儿的河里也有一只跳出来。好好好，坐下来吃饭吧。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啊。来来来，大家吃来。平安，你煮的这条鱼啊真的很好吃。哎，不是我煮的好，是头家你已经很久没吃过那么新鲜的鱼了。小华，你唱得很好，来，这块鱼肉呢，爸赏你的，来。哎，爸，不行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应该吃多一点。你吃多点。头家小姐，你们两个不要推来推去啊，这条鱼啊被你们夹痛了。哎，谁呀？我去开门。请问哪一位是松克香先生？我就是。我们大日本帝国驻马来亚宪兵部的日本王军少佐野田，想请你回去一趟。找我有什么事？当然是有事情商量，你去了就知道。头家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们先吃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。
怎么会这样啊？你老妈被日本人带走了，怎么办呢？捜査、결과손가상그랬어。你就是松克夏。是的。少佐你好。从事什么行业？以前是做生意的，做出口买卖。现在呢？生意经营不善，倒闭了，现在退休在家。宋先生，你现在做的是抗日分子勾当。啊宋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是你以前的徒弟出卖了。跟我到日本皇军作对，不会有好下场。哎，给，你给，你给。天快黑了，你老爸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怎么办呢？我去找爸。小姐，乔华，不能去。小姐，没事。小姐，不能去。乔华，你不能去啊！这不是送粮入库吗？是啊，小姐，千万不能去啊！哎，乔华，小姐，小姐，乔华，小姐，乔华，不要去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乔华，哎呀，你在这干什么？给我追他回来呀！去啊！他们呢？你去了，你爸就会复活吗？我要我爸，我要我爸，你还我爸！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！够了！不止你爸死了，我爸也死了，我一样见不到他了。对不起，我老爸已经不在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，我已经是一名孤儿。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。你放心，
老爸曾经吩咐过，说头角对我们两父子恩重如山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当你们两个是一家人，照顾你们，保护你们。什么抗日的，现在连命都没有了，留下我们孤儿寡妇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怎么过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别吓我！杜金良，醒醒啊！杜金良，你怎么？你醒醒啊！杜金良，你醒醒！杜金良，杜金良。外面日本兵正在抓抗日分子，他们很快会找到我们的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离开这里？那我们要去哪？有时候老爸带过我去很偏僻的地方，不如我们先到那边躲一躲。可是……不要再想了，小姐，我先带头家娘回房间，然后我们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。小心点。到这里了，我们走路过去吧。那好吧，来吗？我们要走路了。昨天我背你，我不要你背。是你们两父子害死头家的，妈，是你父亲怂恿头家，知道吗？他怎么会搞什么抗日活动呢？抗日是爸自己的选择，平安叔只是帮忙而已。是他们，是他们害死你爸的，是他们。云芝，我不要见到你。妈。妈，妈，够了！爸现在已经死了，你再怪谁也没有用。我做了什么孽啊？不管，对不起。休息一下，我进去打扫。嗯，那我喝点水。Thank you.
爸妈照顾好的。我记住你的话，会好好的活下去，不会放弃。我相信你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一定会等到太平日子的到来。附近都不会找遍了，就只是找了这些野菜。没关系，我带了一些粗米，先煮给妈吃吧。让我来。妈，吃饭。这是什么啊？妈，今天富贵什么都没找到，你就将就一下，吃这粗米饭吧。这些东西啊，你叫我怎么吃？不是，妈。涂家良啊，这一带树林能吃的。都被附近村民拿去吃了，你别担心，明天我再想办法。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一大早这个鬼地方干什么呢？啊，你是屯溪想饿死我啊？妈，现在可以吃的都让给你吃了，我们也只是吃这些水果，你就别这么对富贵了好吗？我怎么对他啊？是他们父子俩啊，把我们一家人害成这个样子的，我不要吃了，要吃你们吃吧。我饿死了更好，我死了可以找你老爸，免得在这里受苦啊。涂家良啊，你放心。明天我会到镇上找工作，等我赚到了钱，大家就白米饭吃了，而且我会种些吃的，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妈，哎，吃饭了。我就剩下这条金链，把它卖了，换些米回来，这样就能撑多好几天了。小姐啊，刚才我们经过，所有的金链都关掉了。那当吧，当的话，他们给的价钱很低，不值得。怎么办呢？小姐，跟我来。老板，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什么事啊？我有一条金链要卖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拿来看看。把价钱压得那么低。根本就是在欺负我们了。算了吧，在这个时候，还有谁肯花钱买金链呢？卖得出已经很不错了。老板，给我两斤白米。啊，白米没货了。啊，什么？老板，我们有粮票的，你看看，是日本政府给的。这些粮票已经没用了，日本兵已经把白米都运走了。你把这些粮票当作废纸丢掉吧。我妈她生病了。他真的很需要吃一些白米饭，不然他会撑不下去的。我求求你，你就卖一些给我们吧，一斤一斤就好。是啊，老板，老人家生病了不吃饭会挨不住的，求求你帮我们这个忙好吗？求求你，老板，求求你。好吧，好吧，就一斤啊。啊，一斤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小姐，富贵，我想听一下再走好吗？小姐，你那么喜欢唱歌，而且唱得那么好，不如等光复了以后，你去当唱片歌星。唱片歌星，我想都不敢想。你唱歌那么有天分，为什么不要尝试一下？爸已经不在，我已经没有条件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梦。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找一份工作赚钱养家，让妈的生活过得好一些。小姐，不要这么说，有理想并没有错，而且你说过做人应该要有理想啊。多家在世的时候，他也很鼓励你唱歌的，
虽然现在他不在了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希望你继续唱歌的。还有就是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一直守在你身边，永远支持你。富贵，谢谢你。再怎么反对也没用，你为了他竟跟妈说话，是你，一定是你把他交回来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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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死你，别胡闹了，你敢这样对我，你这个不孝女，妈，对不起，妈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妈对不起，涂春兰，小姐，涂春兰气喘病发重，我们要赶快送她去镇上的医院。怎么了？ダメなんで死んでるの？すみません、我要赶去医院了。そうですか？可愛いね。さあ、把姑娘拿给你阿公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们一定要赶去医院了，救人要紧，救人要紧啊！找姑娘陪我们喝酒，就放你走。OK， 我们一定要一起去啊。他要找姑娘妈，你说什么？好，我跟你们喝酒。小姐，不行啊。妈不能等了，快送妈去医院。小姐。走啊！你们快走啊！小董，南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一提手轻唱，月下的花儿都梦着，那夜想唱啊，怎么不唱？唱啊！回望人生